没完没了的，你这是。没一会儿还在，没一会儿还在，快马上就没到了。到了，朋友们。谢谢韩哥，辛苦韩哥。一点不辛苦。有哎，后备箱有什么东西没拿吗？没有吧。这两天来的真值。哎，不错。我们要出发了，送你们俩吧。啊，走吧，走走。研究室。好热呀！有风吗？有风吗？这没风，进不来。对，进不来。哎呦！哎呦，这可以啊！哎呦，这家吹脸。进来了吗？进来了，有点太进来了啊！那风好像给我脑袋劈开，这么一路开过去，像跑车似的。哦，我往前点，往前点没事，我吹不着风，我往这儿吹不着。快点摸点唇膏啊！我这小嘴儿要裂了。Oh, baby. 你看我这，哎呀，哎呦，造挺狼啊！我这嘴涂完这唇膏哈，就好像拿那砂纸磨过，有点这意思。真没想到，这机场这么近。这机场可是离市区是够近的。是吧？可是离这城市可是够近的。到站。是美好的时光总是短暂的。嗯。又到了说再见。又到时候说拜拜。去吧，走了，走吧，玩好。拜拜啊，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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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去啊，走了，走了，拜拜，走，来来来。哎呀，这一天。我昨天想的是吧，就给他们搁着，咱就赶紧回去了。但是吧，现在感觉。延吉好像还有点意思，它到底是个大城市，跟咱那儿好像还不太一样。其实它这儿可玩的东西挺多的，转转呗，可以啊，是吧？那我能信得了你们俩吗？你们俩能搜着好玩的地儿吗？咱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？哟，尽管告诉我。爱忙是吗？爱忙，问问爱忙，他又来劲了，他毛遂自荐了。现在，爱忙导演现在再给我们推荐一个延吉比较有特色的好玩的，好吗？好的，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景点是中国朝鲜族民俗园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到古香古色的传统建筑，还可以体验到饶有韵味的朝鲜族服饰，绝对会让你流连忘返的。为了让各位能够更深度地游览中国朝鲜族民俗园，爱忙导演已向园区联系好导游，祝你们旅途愉快。那去看一眼呗，看一眼呗，看一眼呗。好的好的，那应该是挺好玩的。但好像咱们要右拐啊，他能让我右拐吗？再说两句话。右拐，我右拐了，哥。可以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小月月现在在哪呢？小月月现在在外边拍戏呢，小月月啊。好嘞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哥啊。哎，哎呀妈！哇！这地方你看，这地方一看就是旅游的地儿，对。停这儿呗，嗯，停停，挑个地儿走，嗯，挑个地儿去。您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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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欢迎你们来到中国朝鲜族民俗园。然后接下来就我给大家简要介绍一下我们的园区，大家跟着我往这边走。好嘞，好嘞，谢谢您，就是我们导游是吧？对。然后我现在会带你们去到一个体验服饰的地方。呀，我们看看，我们先看看，好吧？可以，好不好？我们先看看。看一下，然后那边那个阁叫阿里郎阁。阿里郎啊。在以前的话，就是会讲述一个我们朝鲜族的一个爱情故事。哦。就咱们有个歌不也叫阿里郎吗？阿里郎啊，对对对。主要讲述的是一个女子。阿里郎。行，你大点声。看，你看，您是朝鲜族吗？您是。对，我是朝鲜族。哦，是。
对，人家介绍的才这么用心。对。然后咱们可以来这边的刚看一下，咱们可以进去看一下，一起去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咱们现在可以先去陶艺馆看一下。我已经有点不行了。哎，歇会儿吧，歇会儿吧，来吧，那咱，哎呦妈呀，哎呦，哎呦，哇，王子，哎呦，妈呀，我哥真帅，别说瞎了，行，关了，关了。